这次的婚礼减了多少？也差不多五公斤左右。现在53。是回到以前的模身材？再微胖一点。你有压力大到失眠啊，还是不想办婚礼？是不会有，只是我就想说啊，小孩如果我拍照的时候，他要丢给谁？因为他现在比较黏我，然后我要怎么安抚他？因为我还为了他去租了一个跳跳床，然后有一个包厢专门就是完全就是给他玩的婚戒。两年后再给我买一个新的婚戒。其实我有两个哎。因为这个是婆婆给我的传家之宝，没想到上次是带另外一个，然后这次想说蛮有意义的。女儿上幼稚园，有想说要付出拍戏啊什么？目前拍戏的话比较可能客串或什么，但是我又想跟米晴一起开一个 YT。对对对。内容大概想拍什么？就亲子啊，妈妈，或者是穿搭、时尚那类的。宝宝，我希望他能够越早来越好。对，然后就是反正这阵子可以把这个时间，就是赶快来孕育下一代的。对。因为财政大选现在都对，开始就是怎么，我也开始吃中药了，不然看看。你不止女方嘛，男方也要，不能都对啊，把这种压力丢给女方，我们自己也加减吃中药，管他是补气还补体力都来。